有粉丝问我，快到圣诞节了，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做给他吃的？步骤很简单，只要三步，所以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棉花糖中间剪开，塞进好吃的麦丽素，用牙签固定住，随便买块黑巧克力切碎，隔水融化。巧克力的温度不能太高，要不棉花糖会融化。一个一个的摆在托盘或者烤盘上，放进冰箱冷藏一晚就可以啦。香浓的巧克力外衣，柔软的棉花糖，加上酥脆的麦丽素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